受不了，我能不能和你对调？你一定知道，我就是水蜜桃。水蜜桃，不是那不过分还好，那不是我调调。没有颜色僵硬的外表，硬硬的好好笑。血气粉红水蜜桃，往上扬的嘴角，专治疗无聊，大口吃掉烦恼。就嘴，就嘴，就算一个也可以 happy 再来 party。Check it, oh check it， 想想是无限的天命，有无穷的奖励。不耶 ，and do it。Get it on。看一下上一句，就赌一赌一的前面那个，赌一赌一的前句是吗？赌一赌一 ，get it on。哦，哎，微笑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，已经唱过了吗？歌词真的很可爱啊，没有椰子僵硬的外表，硬硬的那么外表啊，难啊！我可不可以提个字好了？一字提啊，对。自己的歌，自己的歌，看一个字应该可以搞定。对，给力弄，给力弄。哎呦，真的跟前面歌词啊，对对啊。等一下，对对，车位拿开是宕机耶。没有，他要去穿上水蜜桃的衣服，他才会唱了。啊，他要穿上水蜜桃。对，有时候真的受自己真的太久没唱这首歌了，因为今天胸口凉凉的，感冒了，感冒了。胸口凉凉会影响大脑吗？对，不要乱讲，不乱讲嘛。胸口凉凉什么关系？其实是一句成语，是不是？没有安全感吗？胸大无脑的，不是？怎么接得起来啊你？是胸口着凉了啊！好了，我帮你搞定了。第一个字，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系吗？香味、甜味、美味、味道，都不是这些味哦，那就无味咯。原味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，出过了吗？我刚唱过这一句，出过了吗？我不知道，原味就很好，因为我们一直陶醉在你歌词的喜感里。原味就很好，原味就很好。不要出什么怪招，不要出什么怪招，几个字，十二个字，就是他，请看。哎，好，目前啊字数对了。原味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。哎，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SDFi 哦，谢谢。哦，那没自信。用。不知道学生不遗余力吗？崔珊妮老师。是。全方位的创作才女陈珊妮，曾荣获第16届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，2009年还荣登金曲歌后的宝座。今天陈珊妮老师带着全新专辑前来出题，要带大家重温她的经典作品。你选的一些其他人的歌哦，都让人想不到的。嗯，比如说你选了一首糯米团的，哎呦哎呦，跆拳道，哇，落差很大。就是最后那个行一点零第十二，你出了谁会接这个？青春鸟王的啦，那个。是因为我是制作人。哦，你是制作人啊。那这首歌难怪那么好听，这个我也是制作人哦，难怪。接下来我们要出这个题目也是制作人啊，看不出来哇，1999年蓝心湄还有拖拉裤，对不对？对，合作的你的电话，哇，你也会来这个小青春这一套啊？是我吗？是啊，喜欢这首歌，哇，哎，这不错。接到了电话之后，兴奋是不可避免，上周失恋的痛苦仿佛也还在眼前，总有回忆依然回荡在，可是我的心早已飞到了你的身边，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，一句我的心保证不乱飞，一定永远在你身边。你看他今天整个架势唱歌都不一样，好转型转型。你比较像水果姐姐，怎么敢的？你就是最有名的排骨姐姐吧？干嘛这样？水果盘姐姐，水果盘，水果盘，叫蜜桃姐姐进入奖金挑战赛。你跟小蜜桃姐姐怎么？最卡哇伊的小蜜桃姐姐，为了帮小师弟 SD5 宣传新专辑，前来踢馆。
据说是 KTV 高手的他，实力绝对是不容小觑，百万大歌星准备好全力御敌啦！阿特，我跟你讲，这种就是危险题。对，你说你想要他。歌里面有桃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啊，真的。哎，静茹姐姐说碟字容易吧？暖暖啊，瘦瘦的，轻轻啊，轻轻，对啊，这个容易。心灵姐姐超可爱，八度。九令姐姐绕英文，哎呦，哎呦，都是哎，跟 Yuki 姐姐、萱萱姐姐，都是姐姐呢。MV 里大家跳啦啦，就先好姐妹的歌啦。哪一位？心灵啊，心灵姐姐超可爱。哎，不是陈琳姐姐超可爱吗？王心凌爱的天灵灵，王心凌哇，睫毛弯弯，王心凌年年年，哎呦，最新的歌，你看他很熟。其实当然最熟的，对啊，我们很好。那应该选最新的了。对啊。好，就最新的。哎呦，哇，帮姐妹打歌厉害。对啊，你不要第一关就那个喽。你不是想回家了吧？没有，不是啦，这张专辑我好歹也买了100张，在车上听哦。哎呦，好有，我买了100张在车上听，你有没有听出玄机？表示他有100部车，对啊，好厉害，一到不有拿一张在车上。哦，你讲话有简略的感觉。王心凌2011年的最新作品《年年年年》。难得哟，唱怎么听起来不是很？爱的小豆芽，一颗一颗往上长着。你讲啥？不是唱国语吗？爱的小豆芽，一颗一颗，一颗一颗，一个一个往上长着。一颗一颗后面是一个一个，不是爱的小豆芽，一个一个往上长，往上长着。好，爱的小豆芽，13个字，请看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好紧张哦！你刚刚是一颗颗，后来你改成一个一个，对吧？一个一粒一步一步往上长着。你要把所有跟一有关的，到底是一颗一颗还是一个一个？一条一条，一株一株，一亩一亩，哎，一块一块，一朵一朵。好啦好啦，三选一好了。请看。天哪！你不问一下提示团哈？一寸一寸。对不对？对，我就跟你说嘛，马后炮，大家都看了答案就说啊，对吧？我们班长夫人还讲，还好，你看一颗一颗，一个一个，一步一步都错。我超后悔的，我超后悔用。不会啊，你不看的话，你会想到吗？这个拜拜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选一个。爱的小豆芽一层一层往上长着。所以是 B 对不对？哎 ，B 跟 C 有不一样吗？有小豆芽，小芽苗，小芽苗什么玩意儿啊？小芽苗，前面还小豆苗，小豆苗已经关了，小豆苗。B 啦，答案确定。这题答案请揭晓。回来了哈！你可以唱班神头，这样比较习惯。对呀，对呀，水蜜桃姐姐唱班神头多好，打开她的市场，真的嘛？中南部的爷爷奶奶也喜欢你啊！是，不是，我不唱，是我真的不会。没关系，我先告诉大家，这边有水蜜桃姐姐的水蜜桃声明，还有旺福的水蜜桃挽歌，红了红的班神头。好，你先讲，你有没有会别的歌？没有。所以最有把握的还是自己的。嗯。OK 了，好，水蜜桃姐姐要为各位带来她许久没有演唱的《水蜜桃声明》2003年的作品。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能不能和你对调？你一定知道，我就是水蜜桃。水蜜桃，不是泛滥，不过分，还好，那不是我调调。没有颜色，僵硬的外表，硬硬的，好好笑。血气粉红，水蜜桃，往上扬的。专治疗无聊，大口吃掉烦恼。Just do it, just do it， 就算一个也可以 happy 再来 party。Check it, oh check it， 想想数一下的天币。
母鱼，哎，煮鱼。给你录。这么难的，居然就在这里。乱讲。歌词。看一下上一句，就赌一赌一的前面那个。赌一赌一的前句是吗？赌一赌一。Get it on。哦，哎，微笑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，已经唱过了吗？歌词真的很可爱啊，没有椰子僵硬的外表，硬硬的那么外表啊，难啊！我可不可以提一个字好了？你自己啊，对自己的歌，自己的歌，看一个字应该可以搞定。对，给力弄，给力弄。哎呦，真的跟前面歌词啊，对对啊。等一下。对对，这种真的是会宕机耶。没有，他要去穿上水蜜桃的衣服，他才会唱了。啊，他要穿上水蜜桃。对，有时候真的受自己真的太久没唱这首歌了，因为今天胸口凉凉的，感冒了。胸口凉凉会影响大脑吗？对，不要乱讲，不乱讲。胸口凉凉什么关系？这是一句成语，是不是？没有安全感吗？胸大无脑的，不是？怎么接得起来啊？你不是胸口着凉了啊？好了，我帮你搞定了。第一个字，跟我们刚刚讲的有关系吗？香味、甜味、美味、味道，都不是这些味哦。那就无味咯。原味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。出过了吗？我刚唱过这一句。出过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原味就很好，因为我们一直陶醉在你歌词的喜感里。原味就很好，原味就很好。不要出什么怪招，不要出什么怪招，几个字？十二个字，就是它。请看，哎，好，目前啊字数对了，原味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。哎，如果说真的不行的话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SDFi 哦，谢谢。哦，那没自信的，没有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帮他们，我是为了他们来的耶，已经一定要一定要宣传到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水蜜桃做这么大的改变，也就是帮师弟。对不对？跨刀演出，对，所以这里的问题是，原味就很好，不要出什么怪招。我就让他确定喽。Go， 答案确定。你刚说 Go 啊 ？Go。OK，Go， 请揭晓。不要 ，Pass， 不要 Go。好险！他想起来。哇，有惊无险顺利过关的小蜜桃，接下来第三关邀请师弟 SD5 来助阵，也成功 pass 喽。紧接着阿特要来挑战梁静茹的暖暖喽。我想说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，真心的对我好，不要求回报，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，因为我完全信任你心里的喜欢。哇，你好准哦！心里的喜欢。哒哒哒哒。说脏话。快点支持 SD5。小心。手手。毛毯般的厚重感应该不是了。什么什么？毛毯般的。心里的喜欢。唱过了，唱过了，唱过了。确定吗？上一段唱过了。对啊，上一段有。心里的喜欢。手手掌般的厚实感，什么手掌手掌般的厚实感，好会创作，安全感，嘟嘟嘟，然后哒哒哒，厚实感，哒哒哒，太阳觉得有希望，哎哎来来来，手掌般的厚实感，然后呢？厚重感，手掌般的厚重厚实感，有唱过，手掌般的厚实感，晒过太阳都觉得有希望，晒过太阳，然后呢？都觉得有希望，我自己都觉得好。都什么？都觉得有希望。你可不可以慢一点？都觉得有，都觉得有。哦，想糊弄我把正确答案讲出来，对。都觉得有希望，都觉得有希望。我不知道答案嘛。好了，他的答案出现了，请看。手掌般的厚实感，晒过太阳都觉得有希望。好了，好了，有没有问题？就支持 SD5 哦，谢谢。还是你要把这全部改掉，改成支持 SD5？ 答案确定。正确答案请揭晓，会不会就这样子过关了？哇！好呀，应该是。好了，那今天最后有。
同学会吗？白色外套的。白色外套的同学。很像。感觉。连连装。物以类聚啊，好的，跟你像的。来，请唱。你的手掌，哎，你的喜欢，是你的喜欢，你的手掌。你手掌的厚实感，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。什么困难？哎，什么大名？林玉贤。啊，林小姐得到我们3000元的奖金，来，请把奖金给我。好棒哦！拜拜。第四关失败，第三关的奖金4000元送给那叫蜜桃姐姐吗？就是她。